也许坚持很疲惫，也许希望很难归，也许不放弃才是骄傲的机会。<music> 我们再来看，measure，measure measure, 做动词叫量测量，名词叫做测量的意思啊。那么它做复数的话叫措施方法。看到这个词我就忍不住想起前面讲的一个词叫 measurable 可测量的啊，还有巨大的等等啊。好，我们来看一看衡量。 It may be said that, 句说, the measure of the worth of any social institution is its effect in enlarging and improving experience. But this effect is not a part of its original motive. 他说, the measure of the worth of any social institution, 任何社会机构, 那这里到底是制度还是机构，取决于上下文。我还是要提醒你们这一点啊，叫任何社会机构或者任何社会制度的价值的测量的评估，is its effect 是依据于它的效果和影响在哪方面？in enlarging 在扩大，and improving 和改善体验方面，也就是它在扩大和改善体验方面的效果怎么样？是它。 所以叫做, the measure of the worth of any social institution is its effect in enlarging and improving experience but this effect is not a part of its original motive is not a part of its original motive 啊, original motive 叫最初的動機, 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动词叫 motivate，叫激励。名词叫 motivation，对不对？motivate 叫做激励的意思啊。那么 motivation 就不多说了。关于这个词，动机啊。当然了，这个词 mo 确实有很多很酷的词啦。我们学过最早的 moral 道德，还记得吧？但这个小小的 moral 加个 e，读 morale 就变了，叫士气。我们说士气大振，the morale m o r a l is augmented，is enhanced，被提升啊，叫 morale。 注意重音位置啊，moral 叫道德，那 motivate 激励，motive 名词动机，像这种这么酷的词，我希望你们要么别背，要不就一口气全搞出来啊。好，关于 measure 简单，我们看 oppose 反对，你看都是前面提过的，虽然是中频词，我前面那么多句子怎么可能看不到？你们自己粗略一算，每个单元几十个句子，对吧？十个单元我几百个句子讲完了，每个句子就算平均最差二十个单词，我他妈七八千个单词都过过了。 我整本书扫完两万多组词，在我脑子里反复过，就算只有五千个词重复，我也可以熟练。所以各位，这就是练练有词的秘密，反复、反复再反复啊。oppose 来了，o p o b o f，不用我讲了吧？对抗、反对啊。那么关于这个反对这部分，有必要再出现一次语法的综合练习了啊。那么小朱老师和陈宇老师的设计，请放心，他们的专业性，他们都考虑到了里面隐藏的一切语法点。所以有请两位。 或者其中一位，啊，带来那么他们的精彩讲解。好，那么感谢两位的表现啊！我一直以为陈宇老师啊和这个小朱老师两个人。小朱老师呢有才华啊，小朱老师当年是华中区的最大吉他、最佳吉他手啊，否则不会写出那么多好听的歌。他的原创歌曲一大箱呢，我们慢慢的把他以后发表出来。啊，伟林要么不唱歌，要唱那么就唱原创啊，那也不一定了。下次我们可以翻唱一下，证明自己穿翻唱的比主唱差一点啊。那么。 陈宇老师没想到，哎，那么逗逼啊！上次看他一个人在这个教室里自嗨那一段，看得我真是觉得太爽了啊！他怎么能一个人在那边玩自己呢？他不不干，在里面搞啊！那么关键是最狠的是，有一张图是小朱老师站在那里，突然陈宇老师从底下爬上来了，这在底下做什么？我很好奇啊！下次剪片的时候，我要要求主动去剪，看看有没有一些我漏掉的情节啊！那么，opponent 叫对手。 那么来自于动词 oppose，叫对抗啊。那么 opponent 叫对手。那么这种词有很多了，比如说 rival，对不对？rival 也叫做对手的意思啊。好，那么形呃、uh, opponent 跟 rival 一样，做形容词叫敌对的、对立的。我们看个句子吧。There is pressure for change，存在改变的压力。pressure for change，叫有改变的压力，就是我们已经感迫切感觉到我们要改变了。From within the profession。 从行业内部，你、yeah, 看，profession 叫行业，from within within 叫在什么什么里面，那、no, within the profession 叫从行业内部看，所以加了一个 from，啊，你不要搞错了，from within the profession，within the profession 在这里是一个整体，你不要看到这两个词放在一块儿晕了啊，叫从行业内部看，我们确实迫切有改变的压力，but opponents of change among the regulators，但是，opponents of change。 叫这种改变的反对者，among the regulators，在规则制定者，regulation 叫规则，regulator 就叫做规则规则制定者，对吧？在规则制定者当中的这种反对改变的人，坚持认为，哎，坚持认为什么？keeping outsiders out of law firm，让外人不要进入法律公司。哎，隐约记得之前读过一句话，让一些非法律的职业经理人，the professional executives。 进入法律行业的好处是，它可以更好的管理财务等等等等啊，提供服务。这里说，你看，反对者来了，keeping outsiders out of law firm，让这些外人，也就是非法律从业者，不要进入法律公司。马上出现一个非常棒的短语，动词短语，isolate lawyer from。来，我们都学过，isolate 叫隔离，对吧？Lemon Tree，我们很早学过、听过的一首歌曲。 柠檬树，估计学英文的都听过 Lemon Tree。歌词我不记得了啊。那么里面副歌过门有一句叫 Isolation，啊，Isolation 就是分离、孤独。那么 isolate lawyers from，叫使某人远离什么什么，把某人隔离开，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叫做让外人不要进入法律公司 i s o l a t e lawyers from the pressure to make money。The pressure to make money 叫赚钱的压力。 也就是使律师免于遭受赚钱的压力，他的理由就是律师如果天天有赚钱的压力，可能不太好。他说啊，让外人不要进入法律行业，让外人不要进入法律公司，使律师免于遭受赚钱的压力，而不是 rather than，而不是什么 serve clients ethically，而不是从伦理道德层面去服务顾客啊，serve clients ethically 叫伦理道德层面，讲过很多遍 ethical。 ethical 啊，叫伦理道德的，serve clients 服务 clients 叫客户顾客，啊，所以大家看这个 isolate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or isolate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就叫做使某人远离什么什么啊，使他们免于遭受赚钱的压力，而不是在道义上伦理上去服务顾客，啊，这就是他们的理由啊，也就是他们不希望律师天天盯着挣钱。好，再来 be opposed to。 be opposed，to, 当然了，很多人说伟哥后面这个，而不是从道义上给顾客提供服务，我读不懂。那其实这一句根本就不用你读，因为 rather than 叫而不是，这个这道题做题呢，答案就在这个前面，后面 rather than 全部删掉。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跟你们讲过很多遍，要有勇气去识别哪儿是重点，否则我干嘛让你们一定要听练练有词？到这个呃大概五月份开始往后四五月份可以集中开始听题元》报刊了。 就是这样。当然了，最好的方法永远不是我看完这个再看这个。我再次强调，无论是练练有词，还是词组恋恋不忘，还是语法卡片，还是这里的这个叫做题源报刊，我不希望你们是分开，我希望你们是交替看。比如说，今天我一本一整个半天学，我就每个部分学一段时间。我不要你们听那么多。比如练练有词，我今天就听两个两个课时，两个课时一个半小时就够了。然后我再去看一下词组贝多芬听，听两个课时，语法卡片听一下，然后紧随其后我再来看。 题源报刊贩读，我读一篇文章，哪怕读不完，我两天读完一篇。我睡前读十五分钟都可以，因为那本书跟课本来就中英文双语对应的，我来我们来录制的啊，课程也录制好了。那么大家看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交替看会有很多呼应。所以我还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在提源报刊里面像这种句子，我就会强调不读了，你不用去读啊，尤其是泛读课，你根本不用读。 好，各位同学，相信大家刚刚已经听过伟哥一路火花带闪电的把这个句子讲完了啊！你会发现，哎，为什么伟哥讲起来这么轻松，我自己下去切就非常的困难呢？原因是你没有找到方法。因此，我们如何面对这种考研当中动辄就是四五行的长难句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怎么办？我们今天就来告诉各位整个切分句子以及阅读长难句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OK，我们来看一下。 分别，我们要分几步走，我们把这个流程标准化，让你以后看到长难句的时候，就像解决把大象关进冰箱要几步的这个事儿一样，这么简单，好吗？我们来看一眼啊，首先看到这个长难句之后，你一定记得第一个步骤是去干嘛呢？是去寻找。 谓语动词啊，为什么寻找谓语动词？我就不多解释了，没错吧？因为我们说谓语动词是句子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并且它也最好找啊。那怎么找呢？我们说找到所有动词，把非谓语动词的那三种形式排除在外，剩下的就一定是谓语动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当中谓语动词一共有几处，我已经给你标出来了。 第一处，there is，there be 句型表示存在，表示有，对吧？好，第二处谓语动词，exist，动词原形叫做坚持啊，换句话说是前面这一串坚持了一个什么事儿，没错吧？好，那你会发现，第三处谓语动词，isolates，啊，第三人称单数，没错吧？好，那么找到了这三处谓语动词之后啊，来注意一个点，我这里说到的是寻找主干谓语动词。 啊，你说老师一个句子当中三处谓语动词，谁才是主干呢？换句话说，指定有这个谓语动词，它有可能不属于这个句子主要的谓语动词啊。换句话说，它有可能是从句谓语动词，没错吧？那我们就要来检查一下，是否有动词它其实是存在在从句当中的谓语动词啊。突然之间你转念一想，这个 isleless 前面出现了一个从句引导词，叫做 that，啊，是一个最常见的从句引导词，没错吧？ 啊，所以你会发现，哎，而且这个 that 跟在 exist 后面，exist 是谓语动词啊，叫坚持，坚持什么事儿？哎，你会发现 that 这个从句它位于句子当中宾语的位置上，所以啊，这个 that 引导的其实是一个名词性从句当中的宾语从句，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了啊，说这个它是宾语从句当中的谓语动词。那你说老师这个 exist 呢？exist 你会发现前面也有一个关键的词叫 but 连词。 对吧？连词的功能连接一个句子和另外一个句子，而这两个句子地位其实是平等的啊。所以说，真正的句子主干其实啊有两句，第一句叫这个 there be，对吧？第二句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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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st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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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也就是什么东西坚持一件什么事儿。 好，那么我们确定了这个句子当中啊，它有三处谓语动词之后，并且我们刚刚也进行了一个判断，说这一整个大句子当中有三处谓语动词，其实是有三个简单句构成的，对吧？第一个简单句 there be，第二个简单句 but 连接的跟 there be 产生哎并列关系的这个句子，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宾语从句，而真正的主干谓语动词其实就是这里的 be 动词和咱们这个地方出现的 exist 叫坚持。 好，第一步完成了，寻找主干谓语动词这件事儿，我们已经干完了，对吧？我们再来看第二步应该干嘛啊？叫做确认句子主干，排除修饰成分。我们其实已经找到句子主干当中的一部分了。通过刚刚的操作啊，找到哪个部分呢？找到的是谓语动词，对吧？那我们根据这个谓语动词所表述的含义，去找到这个动作的发出者和这个动作的接收者，去确定这个句子的基础句式是哪一种。 我就能大致了解清楚这一个句子他在说什么了，没错吧？好，我们往前往后分别看一下这个句子，它分别在说什么。首先，第一处谓语动词 there be 这太简单了，对吧？说的就是什么有，有什么东西 pressure 叫压力，对吧？压力。好，那我要不要继续往后看呢？我们这里说的是确认句子主干，而你会发现 pressure 后面出现的是什么？介词加上名词。 啊，我们之前说的是介词加上名词短语，这东西叫介词短语。通常情况下，在句子当中啊，是做修饰成分的，没错吧？而我们寻找的是主干，所以呢，介词短语 for 啊，for change 不看，from 哎也是介词，后边也跟了一个名词性成分，所以我们也不看，对吧？所以第一个句子说的是叫做这里有压力，对吧？换句话说，有压力，有什么压力呢？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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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压力？好。 再来第二个句子的主干啊，第二句子的主干，谓语动词叫坚持，对吧？那应该就是前面这个东西坚持后面这件事情啊。我们刚刚判断了后面有一个宾语从句，对吧？好，来看主语是谁啊？主语第一个名词叫 opponents 啊，叫反对者或者叫持有反对意见的人，没错吧？反对者。好，再来又出现了介词，发现了吧？介词加名词介词短语，通常情况下做修饰成分。Among 介词加名词。 介词短语做修饰成分，换句话说，反对者主干吧，对吧？主语啊，反对者坚持后面这件事儿啊，或者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翻译成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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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对者坚持后面这件事情，没错吧？好，最后来看宾语从句这个句子本身。 啊，好，首先 isolate 叫孤立，对吧？叫孤立谁谁谁啊，把什么什么隔离于什么什么东西，对吧？好，首先前面这个东西肯定是它的主语，对吧？但这个主语具有干扰性，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词叫做 keeping，keeping i n g 形式单独出现非谓语动词，对吧？它位于主语位置上，说明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动名词啊，叫做 keeping outsiders out of law firm，啊，叫保持。 Outsiders 叫局外人啊、uh,，out of a law firm 就叫保持局外人，始终在法律公司之外。换句话说，原来你是个局外人，现在你还应该是个局外人，没错吧？好，使这些局外人孤立于什么？孤立于我们说的这个法律公司之外，能够孤立，哎，lawyers，没错吧？将 lawyers 律师啊、uh, 从什么什么当中隔离出来，没错吧？后面跟了一个介词短语 from 啊，但这个时候你可能有点疑惑，说老师这个地方的 from 为什么它不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介词短语啊做后置定语的情况呢？我待会儿来跟你讲，反正你知道看到介词短语你就不管了，对不对啊？你会发现呢，isolates 前面的主语是 keeping，啊这一串动名词的短语，对吧？那么 isolates 的宾语接收者是谁呢？是这些 lawyers，啊，所以主干我也弄清楚了。 第二步也就结束了，对吧？那么最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第三步我们应该干嘛呢？来叫做整合调整语序，并且最后给出一个翻译，对吧？那么我们刚刚看到了主干，我们已经其实可以翻译出来了。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修饰成分的翻译以及语序调整的问题了，对吧？那么中文当中和英文当中在修饰语的翻译上是有区别的。咱们英文当中的定语往往位于名词后。 而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把这一串定语提前放到中文当中的这个名词前，用什么什么的的形式表现出来呀、啊？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判断刚刚有一些修饰成分是定语，此时此刻翻出来后面加个的，直接丢在名词前面就可以了。而如果它不是定语，是状语，我们几乎可以按照它原本的顺序直接翻出来就可以了，没错吧？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刚刚看到的这些非主干成分，它是定语还是状语？ 首先来看这个啊，叫 for change from within the profession 啊。首先来，前面这个名词叫做 pressure，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逻辑通不通啊？叫做什么的压力呢？那对于 change 改变或改革的压力，对吧？哎，说得通，没错吧？好，来自于哪里，对吧？来自于什么？within the profession。 啊、uh,，within 这个词啊，其实本来也可以做介词，但在这里它表示副词或形容词词性，子子表示在什么什么之中的，对吧？那在行业当中的压力啊，换句话说来，来主语这个句子当中的这个从 pressure 开始到后边啊，它的主语当然是 there，没错吧？好，后边这个表语应该怎么翻呢？叫做来自于行业内部的关于改革的压力，对吧？说现在有来自于行业内部的。 啊，关于改革改变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你会发现，从这里一直到 profession 啊这一串介词短语，两个介词短语都做什么后置定语啊，而碰到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我直接从后往前翻就可以了，没错吧？好，再来我们看这个 of change among the regulators，它同样。 这个介词前面也是名词，介词后面也是名词。我们先来试试，可不可以从后往前翻，对吧？不行，你再试别的招啊。来，你看这个叫做在监管者之中的改变的关于改革的这样一个 opponents 反对者，哎，是不是也可以呀、啊？对不对啊？你看监管者当中啊，有对于改革的不同意的人，对吧？反对者 opponents 啊，这个也没问题，直接后置定语。 往前翻译就可以了啊。Uh, 好，再来 insist that 坚持这样一件事儿，对吧？好，keeping outside，呃、uh,，keeping outsiders out of law 这个东西我们已经翻过了，对吧？好，firm isolates lawyers from the pressure。啊，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来使这些局外人始终在法律公司之外，并且呢，孤立什么？孤立律师。 啊，把律师从什么什么当中孤立出来，你会发现，哎，这个 from the pressure 啊，叫做来自于压力的。我总不能翻译成来自于压力的律师吧，对吧？你看律师怎么能从压力当中来呢？对不对？不对，逻辑上不通。所以怎么办？我再去看看它到底是做定语还是做状语，没错吧？ 而你突然发现，咱们经常掐指一算啊，在使用动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使用这个 isolate 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经常会使用到一个搭配叫 isolate a from b 啊？叫做什么？把这个从这个当中孤立出来，没错吧？那 isolate a from b 也就翻译成把 a 从 b 当中孤立出来。 没错吧？所以此时此刻的 from 在后面，其实它已经不做定语了啊，因为你发现，哎，它其实好像是搭配这个动词去进行翻译的，没错吧？好，所以此时此刻啊，来从压力当中，对吧？把律师啊解决出来啊，孤立出来，排除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翻译成使律师免遭受这种压力，对吧？什么压力呢？后面你会发现叫 to make money，动词不定式。 啊，动词不定式，我们说一般情况下，你直接把意思翻译对，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对吧？那从什么的压力当中孤立出来呢？从赚钱，对吧？赚钱的压力孤立出来，还没翻完。Rather than serve clients ethically，啊，而不是 rather than，啊，而不是服务客户，怎么服务？ethically，啊，符合职业伦理道德的服务，没错吧？啊。 这里的 to make money rather than serve clients ethically 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赚钱，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有职业道德的服务客户。而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对的，没错吧？所以说，我们应该把律师从这样子的压力当中啊隔离出来啊。所以这个句子我们整个理解下来，你会发现，按照这个顺序来，你是不是就已经有一点点对于长难句的切分思路了呢？对吧？最后来，我们做个总结。 啊！一旦你碰到动辄就是四五行，并且毫无头绪的长难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循步骤来。你不要抓瞎啊，不要直接从第一个词巴拉巴拉开始念了。你会发现这种方式念下去，你念到第五个词、第六个词，你已经忘了第一个词是什么了，对吧？所以一定遵循步骤啊！这三个步骤分别是什么呢？第一步，我们要寻找谓语动词。 如果这个句子当中有多处谓语动词，那我就要从这多处谓语动词当中啊，拎出那个最重要的主干句子的谓语动词。第二步，我确认了句子主干谓语动词之后，根据这个谓语动词的含义去确定这个动作的发出者或者接收者，去确定这个句子主干的其他成分，并且呢，排除掉一些修饰成分啊。这里不是说修饰成分你不管了，我先可以把修饰成分单独拎出来判断出来。 OK，那么第三步，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修饰成分是谁，我们按照合理的语序去对这些修饰成分结合主干成分去进行语序的调整和翻译。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句子基本上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你往往还可能会存在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说关于短语搭配的问题，对吧？再比如说关于某些词词组翻译不恰当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啊，就已经不是属于句子语法方面的范畴，而属于你单词没背好的范畴了，懂我意思吗？因此，不管是练练有词，还是咱们的练练语法卡片，一定多刷几遍。 啊，那么像诸如此类的这个长难句呢，我们也会在练练语法卡片的二期课程长难句试练当中，带着大家去刷完一百个长难句啊，保证你刷完了之后再见到长难句，就好像把大象关进冰箱三个步骤一样这么简单，好吗？好，我们就到这里，下次再见。好，那么我们看 be opposed to 叫反对，记住了啊，一定要加上这个 to，be opposed to 反对什么什么东西啊，I am opposed to something。 这个 to 是个介词，所以如果是动词短语加 ing 啊，不多说了。再看下面一个 repel，repel 叫排斥、击退，把某人给击退功课、攻克。repel 啊，那么 pail 看不出来 p o o l 看出来了吧？就是我前面讲过的 p o o l 拖、拉、拽。所以 pail 有一种强迫拖拉的意思。那 re 叫 back，把某人往后拖，把你打到后面去，所以叫击退、排斥。repel 就这么来的，叫击退、排斥。 那么关于这个词根，你看它的名词叫 repulsion，就叫做讨厌、反感、排斥。形容词 repulsive，啊，叫排斥的，啊，排斥的 repulsion，repulsive。Rep ulsion, rep ulsive, 记住啊，那么名词变形再来按这个词根，必须要写一写了，都叫做强迫、拖拉拽 compel，一帮人来把你拽走，所以叫压迫、强迫，你不走也不行 compel。Comp el, 注意是一堆人来，这、就是外力，于是出现 compulsion，就叫压迫、强迫。 啊，这是它的名词。再来，形容词对应两个，一个叫 compulsive，一个叫 compulsive，一个叫 compulsory。你看，一个叫 compulsive，一个叫 compulsory。那这是什么鬼呢？compulsive 跟 compulsory 都叫做强迫的吗？还真不一样，区别就来了。ive 结尾的，我讲过，一般是抽象的性质，叫做有强迫性。比如说，这是一个有强迫性的命令，叫做 a compulsive order。 一个带有强迫性的命令，叫 a compulsive order，而 compulsory 它的准确翻译不叫强迫的，虽然它客观上导致的结果是让你强迫做某事，但它的意思叫义务的。比如说 compulsory education 就叫做义务教育，我们最多的叫 nine 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叫九年制义务教育，用的就是 compulsory，你绝对不能写 nine year compulsive education，那叫做九年制强制教育。 虽然你说出了我们基础教育的事实，但是你不能这么表达啊，犯错误了，不能说 compulsive education 啊，叫做 compulsory education，叫义务教育。这两个词的区别，我再说一遍：compulsive 强迫性的，compulsory 义务的，了解了吧？啊，把它记住。好，所以像这几个搭配，请你们把它记下来啊。那么 compulsory education 就是一个，那么包括 compulsive，我举了一个叫 compulsive bargain hunters，啊，叫做。 什么意思 bar hunter,？Bargain hunter，bargain 刚刚讲过叫便宜货，bargain bin 还记得吧？打折区，hunter 打猎的人，我们说 head hunter 叫猎头，head hunter，那么 bargain hunter 叫买便宜货的人，the compulsive bargain hunter 就叫做一个有购买便宜货强迫症的人，比如说天天在淘宝上，每天不买两个东西就不爽的人，到最后发现妈的账单还不如去大商场逛呢，啊，所以最近听说很多装修漂亮、有品位的顶级的这种购物中心人开始回流了。 前几年都说，哎呀，购物中心不行了，快被打死了。现在发现人开始回流了。总有一天，大家会发现，在网上买东西只能买一些便宜货。那真正逛这个体验本身，逛街这种体验，人需要真实世界的体验是不会丢弃的。无非地面新零售，我们尽量把购物的过程变得更简单。比如说现在的书店，无人书店，对吧？你进去二维码，你不用二维码进去，手机上它会自动识别啊，然后识别之后，你拿起书就走，回家自动下单，有点像 o f f e r 一样。 点一下，一键付钱就可以了，对吧？所以这都是未来的趋势。所谓的马云他们这些人把，啊、呃、地面的像什么永辉超市啊，这些什么华润万家都买下来了，就是要对他们进行无人化的改造。那本质你又没看到，他还不是要这些所谓的真的新零售？他要的是整体的大家的出行的大数据，就是以后你只要在这家店里面买了十几年东西，基本上你住在一个地方就会长期逛这个地方。 你十几年都不要，你一两年买下来，他从你走进这个商场第一步，他就知道你要去哪儿，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为什么有数据的公司大家就会投资？你以为那些人有病啊？比如说最近有一家音乐公司在美国上市了，都没有经过过会啊，叫直接上市，就是全球最大的音乐版权分享平台，叫 Spotify，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平台的？Spotify，啊。 这家音乐公司直接上市，估值两百多亿美金，你知道吗？这家公司成立十四年了，十五年啊十四年，到现在一分钱都没赚，还在亏损。他们想赚钱，一瞬间就能赚，他不赚，他就是在看整个人类在音乐品味方面的精神需求是什么。他有两亿多用户，他就看这个，所以大数据值钱。你想想看，当你以后走到一个地方，他都不用看就知道你会走向哪个货架的时候。 你说你还有藏吗？你藏无可藏，你无处藏身，简直太可怕啊！所以对于此类公司，大家还是要谨慎。我宁愿还是去超市旁边蹲在旁边吃一碗面啊，啊，把自己的小腿肌肉要撑开那种啊，叫 compulsive bargain hunters，不要被他们发现自己的行踪。Compulsory education，记住了啊！好，那么再往下看，deny，叫否定、否认啊，出现了这个词讲了很多遍，不多说。Counter。 也叫做对抗、反击，<coughs> 讲过，它可以做词根，也可以做词缀，叫对抗的意思、反击的意思、反驳的意思啊。还记得我前面讲过一个遭遇，啊，碰到某人、邂逅某人叫 encounter，对不对？encounter，encounter Enc 叫遭遇，还记得吧？我讲坐飞机的时候，我经常听到那句 "We've e n c o u n t e r some terrible turbulence. Please sit on your seat and keep your seat belt fastened." 听过这句话吧？我们遭遇了一些气流啊。 Turbulence，还记得那个词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把这个词翻译成“美好的”，就要加一个 with，这就是不及物动词用法。Encounter with somebody 就不是遭遇某人，它叫做邂逅某人。因为一旦加了 with，这个 with 多半是与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谐的、一致的感觉。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啊。Encounter with 叫邂逅，Encounter with somebody 啊，大家注意一下。下面一个词啊，叫做 imagine，imagine 叫做想象的意思啊，不多说了，很简单。 It's hard to imagine，我们很难想象 that many people are dumb enough。Dumb 叫哑巴的，不说话的。那么这里的 dumb enough 就相当于很多人很傻、很呆，就这个意思啊。那么 dumb 有一个词长得很像它叫，叫 num。num 叫麻木的，啊，dumb ma, 叫 num 是麻木的啊。有一首歌正好是 dumb 跟 num 同时出现，啊，这首歌就来自于我一直推荐的 Marilyn Manson。 玛丽莲·曼森先生啊，唱过的一首歌叫做《昏迷的怀特》，叫《c o m o White》。这首歌 MTV 以及歌词唱的是肯尼迪遇刺，里面经典的副歌部分叫做“嗑药”，它不能解决问题，叫 appe to dumb, “Appeal to make you dumb”，“Appeal to make you n u m b a p p e a r 叫药片，在里面理解成 drugs，叫 “Appeal to make you dumb”，“Appeal to make you numb”。 Appeal to make you anybody else，叫确实药能让你不说话，能让你爽到不说话，药能让你麻木，啊，让你忘记现在的痛苦。Appeal to make you anybody else，这个药也能让你成为你任何想要成为的人。最后一句，But all the drugs in this world，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药物，want to save you from yourself。我最喜欢就这句歌词，叫 Want，它不会 save you。 From yourself，叫做 won't save you from yourself。叫世界上所有的药物也不能把你自己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Won't save you from yourself。所以 Manson 是个天才啊，歌词写的真的太好了啊。所以这大家如果想把这两个词理解透，可以去听一听这首歌，叫 Como White，dumb numb，在里面就出现了 numb，叫麻木，麻木不仁啊。来了，我们很难想象。 Many people are dumb enough to want children just because 很多人会很不说话的，很哑的，也就是会很傻的想要孩子，只是因为，哎、呃，为什么突然想要孩子了？Just because Reese and Angelina 啊，肯定是两个明星喽。这两个人 make it look so glamorous，让有孩子这件事，这里的 it 不就是 having a baby 吗？他让有孩子这件事看起来魅力四射，glamorous glamour。 Glamour，啊，来自于名词 glamour，啊，叫魅力，魅力，啊，那形容词叫 glamorous，它让有孩子显得如此魅力四射啊，叫我们很难想象，有很多人真的是够蠢嘞、欸，他们想要孩子的动机只是因为这两个明星 Rice and Angelina 让有孩子显得如此迷人，《爸爸去哪儿》，对吧？Most adults understand that 更多的成年人都知道，a baby is not a h a i r c a t A baby is not a haircut，这里明显就有个暗喻 metaphor。Haircut 叫剪头发、理发，什么叫做 a baby is not a haircut？叫有孩子可不仅仅是理发这么简单，也就相当于 a baby is not a piece of cake。什么叫做 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所以这里用 piece of cake 还是用 haircut 都是一个道理，叫孩子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孩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句话别的人没权利说，我觉得伟哥是有绝对的资格的啊。有孩子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好比此刻，现在是晚上的，一点四十七分，啊，我为了再去，出国到马来，我去马来又不是玩我是代表伟林去考察整个马来政府邀请我们考察的一座城市，以及他们城市的绘本产品，我还要冒着坐马航的危险，去坐这个飞机，啊，然后呢，十天时间。 我为了在这十天时间保证录课量足够，我得熬通宵，通宵达旦给你们录。那么当然了，录到几点、撑到几点看情况喽。那么这绝对对于我来说，其实通宵达旦录课不算什么，痛苦的在于在过去的两天，我女儿咳嗽，每天晚上睡在旁边，我媳妇儿都会选择睡到隔壁房间去呵呵，真是亲妈啊！然后丢给我，一晚上孩子咳嗽就因为小孩子咳嗽，他又燥他又热，他会用脚去蹬那个床。 我一晚上就帮他盖被子，盖无数次，没办法，因为他现在还小啊，所以伟哥几几乎就是三天加在一起睡了六个小时，每天还要录从早到晚的课程，所以这就是绝对啊，A baby is never a piece of cake 啊，绝对不可是，或者 A baby is anything but 啊，或者 To raising a baby is anything but a haircut or a piece of cake 啊，It's terrible，所以请大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想清楚了。 才去做这件事情啊，否则你顶不住的啊。好，当然了，我还要再退一步讲，乐趣一定比这些痛苦多得多，因为你看到他每一天的成长和进步，你就会发现这是人类最伟大的事情。我朱伟应该是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最大的信仰者之一了。我他妈这么骚气自由的灵魂，我现在都选择心甘情愿成为女儿奴，啊，有一个孩子还是不一样的啊，何况我还不只会有一个。 我的目标是生满七个葫芦娃，对吧？这种感觉很好啊。好，我们来接着看 imagine 的形近词 image，啊，注意这个词作名词叫形象化身 image 图像等等都可以啊。那么看一个句子吧：That's a far different image from the cherry tree chopping George most people remember from their history books。那么这里肯定省略了一个 that，看出来了吧？That's a far different image，这是远远不一样的形象，这是一个彻底不一样的形象。 From the cherry tree chopping George，从这个砍樱桃树的华盛顿乔治。Cherry tree chopping George 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一个谚语故事，说的是华盛顿啊，叫砍这个樱桃树的故事。Cherry tree 叫樱桃树，樱桃叫 cherry，对不对？Chop chop 叫砍。还记得我前面讲过筷子吧？叫 chopsticks，叫做 chopsticks，对不对？P chop 叫砍的意思，stick 叫木棒。 把木棒砍成一根一根的，叫筷子的意思啊，叫这与我们想象的乔治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完全不一样啊。That most people remember from their history books，很多人从历史书当中所记忆的啊。当然了，这个故事当年说的是什么呢？大家还不知道啊。他说的就是华盛顿乔治的爸爸送了一把斧子给他，然后呢，他就拿这个斧子到处砍，结果发现家里面有一棵樱桃树，他就把这个樱桃树小的樱桃树砍了，试试自己的土子呃斧子好不好。 然后呢，他爸爸回来看到之后很生气，啊，就没说太多，就冲过去问他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华盛顿很勇敢的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是自己砍的。然后他爸爸就很开心，说你诚实很重要。当然了，后来这个故事在美国历史上被证明是扯淡的，因为华盛顿他的家住在一个陡壁峭壁上，那地方根本种不了樱桃树啊。当然了，历史总是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不重要。我们选择相信，其实有时候很重要。 它是不是真的真的不重真的不重要啊？对于你来说，你接受你所能接受的营养就 OK 了。当时里面有一句话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啊，叫就是华盛顿爸爸对他说的那句话。就当他大胆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之后，他说：“My son，主语是 that。当在一个句子的前面加上 that，这个 that 就变成主语了啊。叫 that you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tell the truth is more to me。你看，叫 that is more to me。” 叫 y o u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tell the truth。叫你并不害怕说出真相。叫你不怕说出真相，对于我来说意义更重大。Is more to me than a thousand trees。比起这一千棵树都重要。Yes, though they were blossomed。虽然它们绽放了。Blossomed 叫开花结果了。樱桃树，blossom 本来就是花朵的意思，做、so, 动词 blossomed 就叫做开花结果了。虽然这个樱桃树开花了，with silver。 银装素裹啊，and had leaves of the purest gold。虽然它们的 leaves，这里的 leaves 就来自于名词树叶 leaf，leaf leaf 树叶做复数 leaves，它有了很多树叶 of the purest gold，最纯粹的、最纯粹的金色 gold，也就是我讲的银装素裹啊，银装素裹，树叶金黄。虽然它开花如此美丽，你把它砍了。 但是这一千个数也比不上你的诚实，所以叫 My son, that you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tell the truth is more to me than a thousand of trees. Yes, though they were blossomed with silver and had leaves of the purest gold。这句话大家应该背下来，就是华盛顿的爸爸对这个 George Washington，你们谁都会写 Washington，对不对？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背下来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明显有一个我们考试会涉及到的主题叫诚信话题，所以。 如果考试考诚信话题，你们不要客气，把这段话用上去，在文章的收尾处或者文章的开头，突然扔出一句话：华盛顿当年怎么样？Cherry tree chopping，叫 Have ever chopped the cherry tree in his house？他曾经砍了他家里的樱桃树，但是最后他爸爸说：My son, that you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tell the truth is more to me than a thousand trees. Yes. Though they were blossomed with silver and had leaves of the purest gold，所以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哎，你的作文分数蹭就上去了啊！除非你耍他，这句话写的把别人的口味拉的那么高，这个是个高手啊！紧接着后面，You know, oh yeah，就很土啊，就变成凤凰传奇了，是吧？是谁在唱歌？It's me，真受不了啊！所以各位，你们一定一定一定把这种句子要背诵下来啊！稍微有一两句这样的句子，作文逼格就完全不一样。好，并不难啊。 那么再来，image 还有什么意思呢？叫 magazine，the magazine cover 啊，杂志封面，showing 知道了，在修饰，陈述句，主语目前就是 the magazine cover，showing an attractive mother，啊，叫表现出、展示出了一个极具魅力的妈妈的这个杂志封面，holding 那这个 holding 修饰谁？修饰 mother，你看一定要记住，就是修饰前面的名词嘛，叫做那个妈妈 holding a cute baby。 妈妈正抱着一个可爱的孩子。Is hardly，这才是真正的谓语啊，所以叫那个杂志封面展示了一个抱着妈妈的，呃、啊，抱着妈妈。那个杂志封面所展示的抱着可爱 baby 的妈妈，啊，怎么样？这个杂志封面 is hardly the only Madonna and a child image on newsstands this week。Newsstands 就叫做新闻报刊亭，就是我们在各个地方啊那个。 一般是公交站啊，或者地铁站门口啊，会看到一个岗亭，专门卖报刊杂志的，就叫做 newsstands，站在那边卖新闻的叫 newsstands，叫做这种杂志封面绝对不是 hardly 等于 not，is not is not, the, not the only，叫它绝对不是唯一一个 Madonna and a child image，麦当娜和她的孩子的图像，潜台词就是告诉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到处杂志封面宣扬的都是，你看美好的这种生育的故事。 啊，一般用明星来感染你。你看这个人名字叫 Madonna，麦当娜啊，麦当娜，你知道她结过婚吗？你知道她有多少个孩子吗？你知道她当年没没有结婚就有好多孩子吗？你都不知道啊！叫 Madonna and Child Image，哈哈。所以各位，这句话说的就是对应我们前面所讲的明星给我们制造的幻觉啊。那么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看清楚主语是 The magazine cover is hardly the only Madonna and Child image。 绝对不是岗亭，本周唯一的明星封面，宣扬的是什么？很美好的母子或者母女关系的感觉啊！抱着一个孩子，生孩子很美好。这句话我们读一遍：The magazine cover showing an attractive mother holding a cute baby is hardly the only Madonna and a child image on newsstands this week 好。好，再来看“形象”这个词，我们再来一句。 Of course, 当然, the image of parenthood, 叫做親子關係的這個圖像, image, parenthood, 什么意思? parenthood, 对,叫亲子关系,啊,父母身份, that celebrity 修飾了, that ce celebrity magazines like U.S. Weekly and People present, U.S. Weekly and People, 所呈现的这种亲子关系的图像，is 谓语在这儿，is hugely unrealistic。所以全文做题就靠这个词，叫是非常不真实的。especially when the parents are single mothers like Bullock，特别是当这些母亲啊这些父母是一个单身妈妈的时候，like Bullock，啊，不管他有多少钱，单身妈妈带孩子永远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啊，你看看张柏芝。 你就知道了啊，他以前的状态跟现在的状态，especially when the parents are single mothers like Bullock。所以当时我看到在湖南卫视突然跑出来，在那个什么泥巴里爬，就搞那种游戏啊，我真的是觉得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绝对是出来为小孩挣钱了啊，真不容易啊。especially when the parents are single mothers like Bullock。你说伟哥他还需要挣钱吗？你以为的，这些明星的孩子，他一定会去贵族学校？ 一定会去读顶级的这种从小学到中学的国际学校，大学也要申请顶级的。生活用物用品、住房、汽车都是顶级财产，赚得多，用的也多，所以不要羡慕，人生只有自己才明白啊！好，那么再往下，我们看形象，在二零一一年阅读当中还出现过啊。伟哥跟这个词刚上了，还记得这句话吧？我再来一次。But it's interesting to wonder，我们很有兴趣想知道，wonder 叫想知道，做名词叫奇迹。 if the images we see every week of stress-free, happiness-enhancing parenthood aren't in some small, subconscious way contributing to our own dissatisfactions with the actual experiences? in the same way that to a small part of us hoped getting the richer might make us look just a little bit like jennifer aniston. 当时第一次出现，觉得这个句子不可理喻。现在慢慢都能看明白了吧？很轻松的可以翻译出来，像我们很想知道，到底这些我们每天看到的、没有压力的、很快乐的亲子形象的图像，它是不是以一种很细微的潜意识的方式，导致了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呢？就好像我们中的一部分期待变成了 Richard，最终发现自己只是有一点点像 Jennifer Aniston。 啊，Richard 是剧中人，虚构的，真正的叫 Jennifer Aniston。剧中的 Richard 潇洒自由，生活中的 Jennifer Aniston 婚姻不幸，啊，然后被抛弃，也不是那么开心，状态也没有 Richard 那么好。你看，所以整个句子就告诉你的就是分裂，一种 split，一种裂缝在人生中撕裂，crack，crack Cr 叫裂缝、缝隙，很好理解 c r a c k 就叫撞车。 crash，汽车撞过去，crash，一撞，啪，有个缝，所以 crack 叫裂缝，对吧？就是一种分裂裂缝，split 啊，不难。好，我们这个句子不用再花时间，自己反复去看了啊。好，最后的几个形近词，imagine <S、嗯、啊，s o r r y 叫 im agine, 啊 image, imagine 啊，image，imagine，动词了，叫成像。你看这个成字就代表的是它构成图像了啊，imagine。再来，imaginary，虚构的，想象中的。 啊，不难。unimaginable，imaginable 叫可想象的，那么 unimaginable 叫难以想象的。啊，不难。好，imaginative，啊，叫 imaginative，imaginative，只要有 i v e，叫什么什么性质的。所以 imaginative 叫极具想象力的，啊，有创造性的。你看这种字是怎么出现的啊？好，近义词再来，dream，这个词不认识，拖出去鞭尸了啊，梦想。好，picture 也可以叫动词形式，想不到吧？描写。 做名词我就不说了啊，它做动词叫想象、描述、描写，可以叫做 picture 啊，可以叫想象、描述、描写，叫做 picture。好，那么梦想是什么？你说从我们当年听 Martin Luther King 开始就知道，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my kids can sit in with my white babies，嗯啊，他都会发现 picture 这个词，梦想是到底是画我们画的那种的 blueprint 蓝图呢？ 需要你自己去用一段激昂的演讲来给自己力量的。好，我们来看看乃夫老师会说什么。同学们，大家好，Welcome to We Learn English。今天呢，我们来看的是职场面试口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乃夫老师。在诸位老师的课当中，我们学过一个单词叫做 image，它是图像的意思，它还有 dream or picture 的意思。当然，这个词的衍生词也很多了，比如说动词形式 imagine。 它的形容词形式 imaginative or imaginary，and also 它的名词形式叫做 imagination。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关于梦想的单词怎么和这个词有联系呢？我们说你的梦想是什么？除了说 what's your dream 之外呢，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个特别棒的单词，叫做 ambition，ambition，重音 Am 在第二个音节，同学们看到了吗？ 但是这个单词呢，它在中文的发音当中非常有趣，可以把它翻成叫做“俺必胜”，很像。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用英文的方式再来发一遍，叫做 “ambition”。ambition。当我们到职场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和老板的沟通和 HR 的沟通，别人都会问你一句话：“你的梦想是什么？”那这句话用英文都怎么说呢？请看今天的重要的句子。那么在看这个句子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ambition”。 它的英文解释是什么？Ambition, which means a strong desire to achieve something. 它表示你有强烈的愿望要去达成你心中的梦想。所以说这句话可以说成叫 "What's your ambition?", "What's your ambition?", 你的梦想是什么？当然，这个 ambition 这个词，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它可以表示有野心勃勃的意思。在这里呢，我们把它叫做你的梦想是什么？What's your ambition? 或者呢，你有三到五年的一个计划，叫做 three to five years plan。这个时候，这句话可以说成叫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five years from now？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five years from now？还可以说成叫做 What do you want to be doing five years from now？从现在开始，你的五年期计划是什么？同学们记住，三到五年是一个中长期的计划。 我建议各位小伙伴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because you will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field，or you have an overall picture of this field。你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好了，那么今天在课程结束之前呢，各位同学向老师询问一个问题说：说如果我不唱当的话，各位同学难道你就不学习了吗？所以今天为了让大家学习，我还是把这首歌唱一遍吧。这首歌曲我特别的喜欢，但是因为没有配乐，我只能清唱了。 各位同学，你们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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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同学，这首《当》这首歌曲非常好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同学们，有趣有料就在英语口语九百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啊，drop 简单叫落下、掉下来啊，drop。 做名词叫一滴一滴的啊、uh,，a drop of 叫一滴一滴的啊。Uh, 那么 drop by 这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短语了，drop by 叫顺道拜访。那么它等同于这个 drop in 啊、uh,，记录一下，drop by 跟这个 drop in 都有去拜访的意思啊。Uh, 然后 drop out 叫退学、辍学啊，叫、uh, drop out，这个也经常考试会考到，drop out 退学、辍学啊。Uh, 那么 Drop by 叫顺道拜访，drop in 记住。那么当然了，看场景了。如果在职场，drop out 也可以指旷工，就这个人突然不来上班了。drop out 啊，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再往下走，drop out 除了叫退学啊，我们来看看它的句子吧。Not surprisingly，没有什么好奇怪的。Up to half of all doctoral students，大概一半的博士学位的学生，in English 语言学的学生，drop out before getting their degrees，在他们得到学位之前。 就辍学了，这他妈是真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太太在复旦大学读外语学院的这个语言学、英语语言学的博士。他们整个学院十个人，博士理论上三年毕业，对不对？他们第三年毕业的人数看清楚了，零。然后读到四年毕业的人数一个，读到五年毕业的人数三个，还有七个人延期。所以读博士三年毕业，他妈就是一个幌子。越名校，毕业率越低。 做好五到六年的准备，甚至有八年了，啊，太正常了。所以一般都是读博开始就早就先呃，当然读博期间就早就结婚了。很多人已经啊，还是把自己的节奏安排的好一点，不要不要就是很多事情安排的太过随意。很多人说读了博士之后出来就不行了，是因为你还把自己当学生。从你读研究生开始，你就不是一个学生了，你是一个社会人。所以读研期间更多的时间要进入社会实习，去挑战自己学东西。所以我欢迎大家读研期间来伟林做一些事儿，这是可以的。 但是前提是老板交给你的活你要干掉，啊，这很正常。当然，老板一些无理的要求就不行了，比如说给我买饭啊，叫我爸爸、啊，这种就不可以了啊。来，我们看，Not surprisingly，up to half of all doctoral students in English，英语专业一半的博士生 drop out before getting their degrees，听得都凄凉啊。